人生本来就不公平，但也公平。飘飘在他经历了第一次回溯后，对生命有了不一样的觉知，也释放了对自己既往行为的自责。由于上一次回溯的收获，他期待再次经验回溯，这一次帮飘飘再次的做回溯的催眠师是脑米。飘飘在催眠指引中进入了某个跟本世生命相关的前世，以下是脑米在催眠中和飘飘的对话。神庙前，你在神庙前非常的好，感受一下这个神庙的建筑，能否形容一下呢？大石块，很多的大石块，现在在你的身旁出现一面很大的落地镜，你可以转身走向这个落地镜，看看你自己，可以形容一下自己的样子吗？女生。皮肤有点黑，很漂亮。穿着呢？很多黄金。很多黄金。此刻的你在神庙前做什么？准备祭典仪式。能否感受一下现在你的心情呢？很平静。很平静，非常好。可以环顾四周看看，周边有任何的人吗？很多人。很多的人。有什么样子的人？很多奴隶。很多的奴隶。贵族。很多的贵族。还有国王。还有国王，很好。还有大祭司。还有大祭司。看着这些奴隶的时候，你的心是什么样子的感觉？没有感觉。他们都在做什么？头低低的。就是跪着。此刻的你，在你心底最深处有一种感受，对吗？觉得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公平，但是也公平。很好。那么你再看看这些贵族，这些贵族怎么样？恐惧。你感受到他们恐惧的是什么？恐惧你？是吗？好的，身份跟力量。恐惧你的身份跟力量，是因为在那个年代祭司的位置是很高的，是吗？所以贵族们恐惧你的身份跟力量，那这让你又有什么样子的感受？好像拉开距离。拉开距离。你选择拉开距离，内心的感受也有某一种淡淡的情绪，对吗？孤单。我的父母。你的父母。兄弟姐妹。都不是家人。他们已经不再是你的家人了。意思是说，他们即便是在你血缘关系上有关系的家人，但是与你的相处已经不再是像家人了，是这样子吗？是。转头看一下大祭司，你对大祭司有某一种的情绪，对吗？防备。他防备你，是吗？我也防备他。你也防备他。现在，我将从三数到一。当我数到一的时候，你会瞬间进入大祭司的内在，看着你。从大祭司的角度看着你，说出大祭司的心底话。三、二、
一。大祭司说了什么？不能为我所用。不能为我所用。皆不需存在。皆不需存在。所以，当你没有办法照他的意思做的时候，他就会不会让你存在了，是吗？是。是。能否感受一下，在场的所有人与你这一世有任何认识的人吗？国王。国王是你的谁？哥哥。哥哥。国王与你的关系，在那一世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互动模式呢？你们一起长大，所以其实国王与你是家人的关系，是吗？是情人。是情人。我是知己。也是知己。你们很常相处在一起。很常，但是不能在一起。但是不能在一起。当我从三数到一的时候，你回到了你成为女祭司的第一天，可以感受一下这时候的你几岁吗？四岁。十岁，很好。你在哪里？在神殿里面。你在神殿里面，有谁在旁边呢？大家都在。大家都在。可以说说这里发生什么事吗？我正在接受成为女祭司的职位。你正在接受成为女祭司的职位，还有任何的人与你互动吗？大祭司。大祭司，很好。此刻你的心情是如何的？觉得开心但失落。觉得开心但失落，为什么？其实很多女生想要成为的，但是往后不能回家。开心的事，这是很多女生梦寐以求想要做的事情，但是你需要割舍掉的就是你的家。是。是。能否感受一下，你成为女祭司，是家人要让你做这件事情吗？是天赋。是天赋。谁发现了你这样子的天赋？大祭司。你身边家人在你旁边吗？家人不在。他们现在不能进来。他们现在不能进来。所以此刻的你就是大祭司与你身旁还有谁？还有很多神庙的人在里面。还有许多神庙的人员在里面。很好。现在可以去感受一下，除了与家人分离之外，你还有任何的情绪吗？就是跟自己说要勇敢。就是跟自己说要勇敢。好，等一下，我从三数到一。当我数到一的时候，你会进入到你这一世五岁时候的时空场景。三、二、一。树林里面。在做什么？奔跑。在奔跑。这时候的感觉怎么样？自由。很自由。一个人吗？有谁陪在你身边呢？有一个姐姐。还有一个。还有一个王子。开心吗？很开心。那么回到家里去看一看好吗？好。好。现在你回到家里面了，可以形容一下家里长什么样子吗？很大。很大。爸爸妈妈呢？爸爸不在。爸爸不在。妈妈在跟我说话。妈妈在跟你说话。她对你说什么？她很担心。她担心的是什么？担心那个人一直在旁边。甘心不能一直在你旁边是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不一样。
因为你不一样。所以妈妈有察觉到你某种的力量，是吗？说不要告诉别人，不要告诉别人，可以去感受一下你的那股力量是什么吗？我可以看到以后可以知道过去，你可以看到以后也可以知道过去。那么等一下我将从三数到一，你会去到在你投胎前一刻的那个时空场景里面，三、二、一，现在你正在哪里？在一个白色的屋子。在一个白色的屋子里面，很好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等待。等待。刚刚好的时机。等待一个刚刚好的时机。为什么你需要这个等待呢？因为有人需要。因为有人需要你。需要我成为其中一部分来完整。需要你成为其中一部分来完整。可以感受一下你正在做这个等待是你自愿的，还是有某种力量驱使你，你被安排这么做，这么选择呢？都有。能否提示一下，你在等待一个刚刚好的时机？那它有一个特定的目的吗？它有特定需要去经历什么样子的东西或是经验吗？对我，是对他人都是。对你，对他人都是。所以就您的意识来说，这个经验本身就是一个目的，不管是对你自己或是对他人，是吗？就像一个拼图。就像一个拼图。拼上。拼上了。本身就是意义。本身就是意义。很好。那么现在我将从三数到一。当我数到一的时候，你会回到你是女祭司的这一世。你会投胎进到子宫里面，三、二、一，可以感受一下，你有什么样子的感觉吗？是很轻松的，很轻松。所以，我们每一个灵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，其实都是不带包袱的，是这样子吗？从来都不是包袱，而是一些经历。从来都不是包袱，那都只是一些经历。此刻的你，在子宫里面的你，你知道你为何而来吗？与这个世界只是一种互动。只是一种互动。互动当中。互动当中。每个人都能够。都能够。有所成长。有所成长。即使他不知道。只是他不知道，不关乎于什么人，不关乎于什么人，什么角色，什么角色，什么原因，什么原因，什么地方，什么地方，只要经历，只要经历，都是一种成长，都是一种成长，非常好。不管自己知不知道，不管自己究竟知不知道，但他其实。都是在成长，都是在经验着。这是已经设定好的轨迹。这是已经设定好的轨迹。有些生命，它在时间长河里面，也许它在经历的是一个痛苦的乞丐，也许它在经历的是一个拥有所有一切物质资源的国王，但其实并没有什么分别，他们就只是在经验。想要体验的不一样吧，只是想要体验的不一样，但其实都是一样的，但其实都是一样的。那么可以提示一下，这一世你选择成为女祭司，你想要体验的，选择去体验的又是什么？智慧的奉献。智慧的奉献，很好。可以体验一下，你现在在子宫里面，能否感受到妈妈的情绪吗？
妈妈是一个传统的女性。传统的女性。她是喜悦的。她是喜悦的。喜悦有一个这个生命来到她的生活当中，是吗？是的。那可以感受到爸爸吗？他对这个世界，对他自己有很多期待。有很多的期待。那这些期待都是多余的。那这些期待都是多余的。您的意思是说，其实他会经历什么，早就已经注定好了吗？都在按照着轨迹。是，大家都在按照着轨迹运作。过多的期待是会让自己看不清真实的生命目的。看不清真实的生命目的。那您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人在世界上面有过多的欲望、财富、金钱、地位、名利，这一切过多的欲望、过多的期待，会让我们看不清生命真实需要经验的目的，是吗？是也不是。是也不是。那您的意思是说，有些人他在他的生命过程当中，本来就是需要去经历这一段期待的过程。是。是，很好。所以不需要刻意的认为怎么样才是好，怎么样才是不好，对吗？都是好的。都是好的。我将从三数到一。那当我数到一的时候，你会去到15岁那一个时空场景，去感受一下在那时候的你有发生某些事情。有些经历。3 2 1，去感受一下现在的你在哪里。仪式。你在神殿的仪式。你在这里做什么呢？在跟大祭司对话。在跟大祭司对话。你说了什么？如果内心渴望的是更多的权利。如果内心渴望的是更多的权利，那我们就不应该被膜拜。被膜拜。那么他的反应是什么？他愤怒。非常的愤怒。他有做任何的决定或任何的动作吗？叫人把我带回房间。叫人把你带回房间。关起来，然后呢？我很担心。你很担心？担心他会对国王不利。他会对国王不利？是。他知道你们两个的关系吗？不知道。他知道。那么现在你的心底有某种的情绪，去感受那个情绪是什么？担心跟知道一切都是不可避。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。哪一些事情是不可避免的？大祭司的背叛。大祭司的背叛。所以大祭司后来对你做了什么？他把我跟国王的事情跟皇后说。他把你跟国王的事情跟皇后说了。下药。皇后下药荼毒你，是吗？将刺死。将你刺死。那么此刻的国王呢？来不及，来不及救你。那么在这个临死的前夕，以你具有充满平静的智慧，如果与大祭司这一段相处的时光再到头过来一次，你会做什么样子的选择？一样的选择。这从来不是选择的问题。这从来都不是选择的问题。只有我的消亡才能换来皇后的支持。才能换来皇后的支持。所以您的意思是说，大祭司他与皇后也有着利益上的关系，是吗？对，但是皇后深爱着国王。皇后深爱着国王。我的消亡可以确保。可以确保。皇后的支持。
皇后的支持，所以国王也无能为力，是吗？他不需要做什么，他不需要做什么，因为本来就应该是这样。在这一世当中，你看到了许多的人性，你看到了许多的人，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会去伤害到其他的人，你看到了有些人愿意为了爱牺牲自己。那么在这一世当中，你的存在有传递到任何平静的智慧给身旁的人吗？从来都没有什么分别在人与人之间。从来都没有什么分别在人与人之间，非常的好。飘飘回溯探索，人生本来就不公平，但是也公平。在回溯中，飘飘提示了一句颇值得省思的话，他觉知到，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公平，但是也公平。如果飘飘说的这句话是实相，那么他意指的是什么呢？人看人生，会认定生命是不公平的。有些人生在富贵的家庭，但有些人生在贫贱的家庭。有些人天生聪明，但有些人天生愚笨。有些人生命过得顺遂快乐，但有些人生命过得艰难痛苦。但飘飘给的答案却不尽然如此，他对于生命不公平这句话只同意了一半，为什么呢？在飘飘回溯中的三段话给了答案。第一句话，无关于什么人、什么角色、什么原因、什么地方，经历都是一种成长，不管自己知不知道，这是已经都设定好的轨迹。第二句话，有些生命在时间长河里，也许经历的是个痛苦的乞丐，也或许经历的是一个拥有一切资源的国王，但其实没有什么分别，他们就只是在经验。第三句话，只是想要经验的不一样，但其实都是一样的。这三句话显现了跟许多其他个案相同的讯息，就是人来人间是一场规划好的经验。人在人间看生命貌似不公平，但不管人扮演的角色是谁，经历的情境是什么，对于每个人来说，终究就只是一场貌似实相的虚幻经验而已。既然人生只是场虚幻经验，那何有不公平可言呢？飘飘催眠回溯中觉知到，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分别，没有伟大，没有渺小，没有好，也没有不好。为什么他如此说呢？在人间的人会理所当然地认定，人存在着二元属性的高低、好坏的分别。譬如说，有钱比没有钱好，高社会阶层比低社会阶层好，漂亮比丑好，贡献多的比贡献少的好，爱比恨好等等。人们认定这一切的二元差异都是实相，他因此区分了人在人间的位阶跟价值。人之所以在人间存在着二元差距分别，是基于不同的灵入世的时候拥有不同的人生规划。然而本质上，每一个灵都来自于同一个根源母体，在一元的高维根源母体世界，一切均是空相，并没有二元的执着。存在着思想的人们，在我执下是不能觉知这一切的，唯有放下思想才能了知真相。人生如梦这句话并非近代新语，
自古以来，许多高僧大德跟智者都会用这句话殷殷教诲人们看淡人生。不独如此，连一般红尘众生都会讲业风雅，将人生如梦挂在嘴边，自嘲人生。呼应这句话，古印度那烂陀寺著名的吉天论师，他曾经说过，人生如梦幻，无论何事物，受已成念境，往事不复见。他诠释的人生就像梦境一样，不管内容是什么，发生后就彻底消失了，只能成为过期的回忆。唐代寒山大师对人生也下过类似的注解，他说，昨夜得一梦，梦中一团空，朝来你说梦，举头又见空。他说的这段话意思是，昨晚做了一个梦，梦中一切全是空的，早上起来准备说梦话，举头一看，又见到万事万物皆是空的。看过圣天伦师撰写的《中观四百论》吗？其中有句话说得好，诸法如火轮，变幻梦幻事。他提示世间的一切境遇如梦如幻，如海市蜃楼。虽然人间一切似成各种显象，但是真实智者了知其法体却虚幻空无。唐朝李公佐在他的《南柯太守传》中载录了一个成语“南柯一梦”，它被用来比喻人生如梦。这个故事描述着唐朝有个叫做于纯汾的人，他喝醉了酒，就在家后院的大槐树下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梦中他娶了公主，并被皇帝派往南柯任职太守。他在槐树下的长梦中享受了20年的荣华富贵。有一次敌国入侵南柯，他被打得一败涂地，妻子在战乱中身亡了。皇帝对他败战不满，将他撤职遣送回老家。他正想着自己一世英名毁于一旦，羞愤难过的当下大叫一声，就从梦中惊醒了。他在梦中感受一生是如此的长，如此的真实，但梦醒后才觉知到梦中意识的一生是如此的短暂。看过成语故事庄周梦蝶吗？庄子在梦中变成了一只蝴蝶，翩翩起舞，悠然自得。庄子梦醒了，不禁思索，他不知道是自己刚才做梦变成了蝴蝶，还是蝴蝶现在做梦变成了庄子。飘飘在回溯中说，人入世都是按照着既定的轨迹去经验，面对既定的轨迹存在过多的期待，只会让自己看不清真实的生命目的。飘飘所谓的既定的轨迹，意指着人们入世后所经验的一切，不过是入世前被规划的人生戏码。飘飘的觉知如果属实，那人生的确如一场南柯一梦，一切都不是真的。其实就算是上述内容并非生命真相，难道它不是个智慧的人生观吗？想象一下，当你做梦的时候所觉知的一切，在梦中感受如此真实，但醒来后什么都没有了。同样的，你生活中五官意识感受的一切，在下一个刹那不也全都没有了吗？它跟梦境又有什么不同？从这个结论继续推演，既然过去的是梦境，那眼前的一切在下个刹那又会变成是过去，那不也是梦境吗？未来呢？未来也终将会变成过去，仍然也是梦境吗？既然
人生一切过去的、现在的、未来的都是梦。那人生有什么公平不公平呢？有什么高低好坏呢？又有什么需要执着介意呢？呼应这个现象，佛陀在《金刚经》中说得好，他说：“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”有人可能会说，如果人生如梦，那面对人生为什么要积极地去运作呢？这个道理既对也错。终究你暂时拥有一个肉身跟一个思想，就不妨好好感受和经营它吧，管它是不是梦。轮转完成拼图，回到合一。飘飘回溯中意识到，生命不过就是一个经验，一个互动，在互动中有所成长。他也意识到，灵不断地转世经验人生，就像是完成一个拼图，当拼图拼完了，就会到合一的状态。玩过拼图游戏吗？当你打开了拼图盒子，想玩拼图游戏，你必须把每一片碎片拼凑成一个完整的图谱之后，才能算是大功告成。依飘飘这些回溯中的觉知，它提示了一个现象：每个灵进入人间，其实不是完全无限制的轮转不休。当它重复来去人间，经历了所有规划的经验时，他会意识到，这些累加经验已经完整了。而这个时候，他会聚焦聆听心灵深处回到母亲身边的呼唤。这个回到母亲身边的聚合过程，就称之为合一。为什么称为合一呢？在轮回中的灵都会意识到一个我存在。当他认定我存在时，会认为他是个独立分离的个体。但当他结束这个独立的意识，回到母亲身边时，这个我的意识会消失，而跟母体结合为一。这个跟母体结合为一的现象称为合一。如果内心渴望权力，就不应该被膜拜。飘飘回溯中，以祭司角色在神殿仪式中对大祭司说了一段话，非常值得省思。他说，如果内心渴望的是更多的权力，那就不应该被膜拜。飘飘这句话想说的是什么呢？一个真正在灵性上属于高阶层的宗教领袖，他的心是清净的、一元的、仁慈的和无所求的，早就没有如众生的我执。既然无我，又怎么会要求众生对他敬仰崇拜呢？飘飘这句话想说的是什么呢？一个真正在灵性上属于高阶层的宗教领袖，他的心是清净的、一元的、仁慈的和无所求的，早就没有如众生的我执。既然无我，又怎么会要求众生对他敬仰崇拜